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潘佑谦潘讲师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多谢。刚有人这个顶礼拜高级班上完的，啊，这边上初级班的，刚有？举手一下看麦。哦，好。高级班啊上了吼，可能有一挂概念你已经拢讲过啊，吼啊，但是因为咱要高级这个初级班第一摆上的吼，所以有诶物件会重复啦，吼会重复。来，解读与解读吼，中文读起来赶快嘛吼，啊先调查一下，迄个荷兰话也是讲闽南话，听无几句，一个字都听不懂的啦，河洛话、闽南话一个字都很难理解，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是我的母语，用这个讲比较顺畅。哦，续趴啦，我刷趴啦哦。解读与解读的解读解读，就是讲，咱过去呢，咱受的教育，和咱的价值观、价值观，拢弯曲扭曲了啦。所以在我们看事情，在你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下面，在咱今麦台湾这种奇怪的社会内底。咱看代志拢颠倒头，拢是看无真正清楚，实际上发生什么代志？哦，啊，今仔日解读就是帮助我们厘清头脑一些思绪啦，吼、哦，咱头壳内底一挂观念，为思想的读开始对解安尼啦，哦。但是呢，伫这进程先简单介绍咱这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论述啦，哈、哦，简单介绍这个论述。但民政府今年也改，干有影？我这网络吼，六月底还到看到一堆人说诈骗集团，有朋友介绍来，也去我看吗？朋友介绍了，好啊！你第一次听到朋友跟你介绍，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有没有觉得好像老鼠会，好像直销，啊、哦，有点像诈骗集团的感觉哈？那个感觉呢？啊，你现在来到现场了，你还会觉得这样子吗？今天咱讲的拢是理性的啦，理性的东西啦。啊，理性的东西，如果你这一关没有办法过，都是感性阻挠的啦，你的感性上阻挠的啦。哦，理性是，我们刚讲的理性啊。来，台湾民政府那是诈骗集团，诈骗集团我都去告美国。没办法。哦，你看到一个国际诈骗集团去告美国。你如果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如证明伊是真的哦，这是一种吊诡的现象啊。这个哈、哦，我想要一定爱讲这个啊，这个是顶管哈，这个 deny 英文 deny 哈、哦，你 Google 来输入哦，叫做驳回啦。啊，早期哦，的人就拢揢这个讲啊，你这个美国失效啊啦，啊，搁直接咧骗。deny 这个东西，在法律是的用意上哈、哦。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我们不在英文，我们没在英语的这个语境当中啦，我们没在那个使用情境当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顶内在这个判决的里面是什么意思。一直到律师来，我们有同心跟问，我们有同心跟问啊， What mean is deny? How to compare deny and reject? 就是说 deny 跟拒绝回绝有什么不一样啊？啊，律师跟他讲不一样，律师跟咱解释讲不一样，哎，甲伊就叫解释嘛。What mean is deny 嘛 ？deny 是啥物物件嘛？啥物意思嘛？律师就解释啦。我 deny 多好吼 ，today is not your day 啦，今仔日唔是你的日啦。就是讲，咱今仔日咱去告美国这个判决，我多做一个终结，一个完整的一个判决。为什么？难改翻成搁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多客观条件没有办法达成了，所以咱靠补第二次的告美国了。好，第二次的告美国。啊，这是破坏书啊。咱有一本搞搞啊的后边哈，第三册《台湾关系地位》一本第三册，全部拢英文版的，哎，拢是咱各美国的一挂英文的破坏书。我拄侵头来的时阵哦，我嘛是讲，哎。这个各种诈骗集团，你搞阿骗哦！啊，因内底有英文歌手，专门拍这种
哦，这种古典的这个英文字啊，家己伪造啊，搞我骗啊，我就有摕到迄本啊，我就去甲一页一页查找这个关键字去查，结果呢，这个判决书都伫美国的网站这个网址找得到，可以下载。安尼表示啥物货？民政府伊告美国这件代志真诶，判决书也是真诶，这几个事件拢真诶哦，这几个事件拢是真诶哦。去设办公室，我也无钱去美国去看迄个办公室啦。啊，专门开钱去美国看办公室嘛是伤了钱啊吼。啊，所以咱有一点良心，去开酒会，吼、哦，去开酒会，啊，有去这个美国的办公室的办事处去遐看，啊，个合照，啊，个咱的这旗啊，吼、哦，这个四面大旗。哎、啊，当心要个瓦地金嘛吼，要个瓦呵呵。就是咱迄个副班长啊，啊，这是咱的这个 foundation 这个基金会这个和申请的一个证明文件。啊，咱台湾呢，台湾人足侪人讲无看到啦，唔知影什么是民政府啦。哎、啊，咱一直看报纸，哦，这个《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现在连电子报、网络拢有啊。啊，咱伫从早期伫这个美国《华盛顿外交杂志》嘛有看。看你做资料，台湾人完全看无，发生什么代志？咱的媒体封锁较足严重诶，甚至啊报着台湾民政府的消息甲新闻吼，拢甲你歪去唔对诶，歪去迄个诈骗集团，啊无就是歪去讲啊，这是啥物一般民间组织，一般民间组织会通去告美国，啊要凭啥物会告美国？我若要告。个奥巴马，我爱甲伊有关系嘛，对不对？爱有，咱讲有一挂迄种利害关系啊，吼、哦，还是讲伊有犯着啥物货，甲我本身有关系啊，安尼唔叫我多过。啊，无咱台湾民政府无来无去，莫名其妙去过啥物美国，他咪过英国，还是过澳洲，还是去过中国，他去过美国，就是有关系啦，有关系，唔叫我多过会行。有无？四季酒店。世纪酒店去甲天皇接收，啊，有个人啊，台湾人，咱已经洗脑甲吼思想拢弯翘啊，各自解读啦，吼、哦、一图各表。天皇，伊讲啊，这天皇哦，啊你举旗啊去，啊你这是参观的游览团的啊，啊无伊他们叫两，咱这是两三百旗去吼，啊他们叫中国人举因中国的旗啊，两三百旗去甲天皇接收。这个东西哈、哦，这不是随便乱来的呢。啊，有诶，你摕迄个台湾共和国的旗啊，绿色那一只，可是民进党，它背后是白色十字啊，它没有十字，它只有一条的那个，一支有这台湾共和国旗啊，一两支旗，翕一张啊，相公哦，我嘛举旗啊，完全无同款意思呢。卫灵芝，谁人爱去卫灵芝？大家敢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的祖先啊，咱的先人伫出世代代前三万九千几名，为着咱这土地战争死去的啦。咱伫遐伫这个靖国神社采一个新书牌啊，纪念对书，讲这的人为着咱这个国家这个土地牺牲性命啦。所以我们去卫灵。就是去拜望、去扫望的迄个意思啦。啊，你清明过迄个扫望的时阵，你敢会去扫隔壁的望？袂嘛？你袂去扫隔壁的望啊？你想讲，隔壁我那泰哥，我哪有敢扫一个？啊，我这边的乡里啊拜了，我来起来边啊隔壁伊食一下呢。你袂做这個动作啊？是安怎？因为遐毋是咱的亲人啦。啊，咱大家民政府较知影这件代志吧？过去，咱的教育教我跟你教讲，咱有39,100名的这个战士的阿弟，放伫靖国神社，无啊？就是因为如此，那你再去靖国神社，那没讲不好，咱已经不好去砸单啊呢？那唔知影这件代志呢？来，电子报，有人讲要讲过，要讲过嘛是看无，哦，要讲无唔相信的人，怀疑的人哦。
个神徛伫你面头前，你嘛讲个假啦，你知无？哦，哎，已经弯曲到你怀疑足严重诶，你个真人伫你面头前，你嘛讲个假，拢一切都是幻觉啊！哦，这嘛是啊，《苹果日报》啊，这俗话讲完，美国俗话讲完，伊来到咱的办公室，哦，台中州、高雄州，台这个这是台南州，来咱的办公室观摩。哦，也是讲考察，看咱巡视讲咱的，咱即卖咧预备的如何？啊，你也感觉足奇怪，一个司法官员呢，来诈骗集团的办公室演讲，啊，你不感觉够奇怪吗？你个诈骗集团，你个套路都变个愈奇怪。伊来即个台北会议厅、国际会议厅演讲的时阵。伊所讲的论述，拢甲咱的新台湾拢共款啊！哦，伊所讲的论述，拢甲新台湾拢共款啊！但是呢，思想弯曲的台湾人阁走出来，讲恁这民政府哦，遐功夫开钱叫一个大块来演讲，就是安尼。美国一个记者俱乐部啊、哦，国家记者俱乐部。这是咱要去这个各美国出团进前有一篇因的这个新闻的对啊，这是咱去各美国的。咱那是诈骗集团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了，哦，诈骗集团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美国接受一个诈骗集团接受这个案子，然后进行司法诉讼，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们去参加记者会，日本也办一个参会，跟日本人布达国的宣告啦，说我们台湾人爬起来了，要进行国际诉讼，我们经过透过战争法、国际法，我们要让我们的台湾的地位正常化，是这个记者会的用意了。日属，什么叫日属？属于日本的刚哥舞，什么叫日属？日本的家属，嗯，日本的金属，哈，来，日属啊、哦，其实受中文影响哈、哦，那你说哎，美属、英属、法属、日属。迄、那个属过去吼，属于一种殖民的意思啦，就是强国吼占领某一个地方，然后殖民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没成为他合法的领土之前，他是殖民地，所以呢，在编列领土上面上，他们叫做日属、美属、法属啊呢，但是他让他这个殖民地有某一种高度的自治状态，但是咱今麦咧讲的日属吼，离这个。有一点点距离，小可不敢。我讲我大家听。来，先来讲法理身份的根源了哈。这个年代稍微有一些概念记一下哈，小可有一个概念哦。来，从1912年，所以你若要换算你民国几年哈，那你跟咱今晚讲民国啊哈，民国会带你个个大家介绍。民国这个概念哈，是一个独树的概念。哦、是一个独树的概念。1912年，啊，就是民国一年。那大政到了，有了15年，哦、大概十五年、14年、15年这样子。啊，你昭和，大政有15年，昭和64年，平成到现在，安内、哦，大概是这样子计算的。所以呢，你大政15年的、就是民国15年。啊，在19127月31到1926的12月25。然后隔一天就是昭和开始，这样子，呵，免抄不要紧啦，我是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啦，免抄啦，哦，因为咱台湾人吼非常认真，非常认真。我顶面出一个数学题目吼，我讲唔通算啦，啊，但是有就是有人一直算一直算，要算出答案，哦，来，那先看条约形态，清二条约，大清帝国大皇帝、大二帝国大皇帝对签。较早拢是皇帝、国王、
女皇的时代，所以两国的战争条约就是迄个国家的最高法人对签。但是最高法人无可能从他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对签呐、啊，一定是授权呐、啊，他授权他的那个两国全权大臣对签嘛、啊，好、哦，一定是授权的。你看这清英、哦、大清大君主吧。能看下关条约，哎，这个是不是跑掉了？这一页跑掉了、哦，没有图、哦，好，不要紧。下关哈、哦，在家，其实叫下关呐、啊。为什么叫马关？因为古时候哈、哦，它有一个简称叫马关呐、啊。哦，爬杠，马杠啊，就这样。啊，这是次监官，古时候称次监官。哦，训读、音读哦，就先看成咱这个，那个何乐为的北音，啊，加这个读音，哦，口、气，安尼这种两种诶，无同款的读音的方法了哈、哦。下关条约开始，1895年开始，日本正式获得台湾的这个领土的治理权，开始治理台湾，就那个时间点开始合法获得，所以不是日据哦，不是日本窃据，不是日本占据，是日本依据国际条约获得台湾西半部的治理权，哦，这块领土的治理权，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哦。是日本的殖民地。明治跟大正期间，明治明治的时候，整个日本的国力啊，日本的脱胎换骨，明治维新脱胎换骨，它为一个部落式众多部落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所以你要想哦，二次大战之前，二次大战那个时候，整个亚洲啊，整个亚洲上面两个人坐飞机，只有日本而已啦，黄种人只有日本人可以造飞机啊，哦，造飞机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呢，那个米兹比西啊，那个时阵零式战机的时阵诶，啊，飞机都能造的，车当然没问题啊，哦，钓鱼台上面人诶。日本啊、哦，大陆，南极大陆吗？中国大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们会讲大陆这个原因是，也是因为受到洗脑的教育影响啊。哦，大陆本身是一个地理名词啊，亚洲大陆、欧洲大陆、南极大陆、哦、非洲大陆，但是呢，那种被洗脑说啊，那是中国大陆，好不好？那中国大陆，你干嘛？你干你那可？如果中国大陆可 OK 啦，这个名词如果 OK 的话，你为什么不说美国大陆、啊？为什么不说美国大陆？美国也很大块啊，对不对？印度大陆啊，哦、啊，所以你用陆客，我美国朋友来，我讲你陆客，因为你美国大陆来，所以咱在语言上面在使用要小心，因为我们很多里面深层的毒素在里面，那些俗客爱给剔除掉啊，因为根本都是。虚幻的东西啊，我剔除掉，我会给你新的哦。积木的下方如果东西不好抽起来，积木是不是垮了？所以我帮你抽起来的时候，我会是给你新的哦。不要讲民国，那你要讲什么？西元、公元。所以有人讲，问我讲几年次？我讲1976年次啊，这正确说法嘛？外国人也听得懂嘛？啊，你讲65年次，65年哦，你活在第一世纪吗？哦，来，钓鱼台是谁的？有人讲日本的，有人讲日本天皇的，有人讲中国大陆的。那我提出证明来。中华民国8年，他们有一群人遇到海难，结果呢，被日本帝国的冲绳县八重山尖阁群岛的人救起来。哦，他在这边遇难，然后被这个八重山郡的石环村的
那个了这些热心人士救护，然后可以回到他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呢，这是八年了，他在九年五月二十号的时候发了一个感谢状，感谢日本帝国。那请问钓鱼台谁的？哦，这个时候是日本帝国，能够为大日本哦，哦，啊，所以从这个时间点一直到今天，有没有这两个国家战争，然后把土地割让给中国？有没有？没有发生吗？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钓鱼台是中国的呢？为什么？因为有一票人1945年来台湾，开始把台湾人的记忆都洗掉，洗成他们想要你认为的方式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个东西齁，文字或者是条约文件白白给你看，你如果看不也没法度啊。今天你如果可以来这里上课，会看到很多历史资料哦。哦，来，钓鱼台是谁的？天皇拥有所有土地财产啊，皇帝拥有所有土地财产啊，不是国家拥有所有土地财产啊，是皇帝啊，那个能够君主制的国家最高齁，君主最多的这个国家最高法令就是那个皇帝，那个国王，那个女皇，那个天皇，就是最高法令啊，他拥有所有的一切。所以你有没有开车？有没有买房子？刚无无嘛齁，啊，你要不要缴税金？要啊。皇帝要不要缴税金？差在这里，就是差在这里。但是呢，皇帝拥有所有的土地的财产，他不可能一个人完全管理，无法度一个人管啊。所以要设政府，设伊的管理单位，授权给因去管理，哦，授权给因去管理。日本，咱大日本帝国的时代，在亚洲，整个东南亚的势力范围，绿色的部分。不是领土就是殖民地，这就是势力范围。钓鱼台在日本帝国时代属宜兰厅管的，宜兰厅属台北州管的，台北州属台湾总督府管的，台湾总督府属日本天皇的。所以咱咧讲钓鱼台是啥物人诶？是爱这个脉络吼，这个脉络去思考属于谁的啦。他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我们说现在这个日本国的概念的了。但是现在这个日本国有没有天皇？有啊，所以我们说他属于日本的，好像也没有错啦，但是也不完全对啦。哦，是这样啦。来，那来看哦，大正昭和期间都要喝台湾的黄金时期，也是台湾急速现代化的一个时代哦。啊，这个黄金时期呢，刚好遇到两次世界大战，都让咱咱弄查目的。咱个秘书长刚好给大家做民意调查，讲咱刚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吼？啊，够咱够人无感觉无参加有无？我较早我嘛感觉无参加，我太有参加，我都无参加，我遐尼少年，我太有可能参加。其实秘书长咧问个讲，有参加无参加是咱集体啦，咱个集体敢有去参加这个物件？我若讲到参加，伊做日本兵哦，哦，啊，这两次世界大战，你爱想哈，你爱个想，咱若伫日本时代吼，散到尾有几列去啊？咱敢会去战争？无可能啦！一个国力不强的国家很难参加战争啦，你要打什么？你连军队都出不来啦。哦，你连军队都出不来，你不可能战争啦！我的腰杆要死啊！我靠，跟人相拍，不可能啊！我给大家，等下给大家介绍这两个时期，我们多么的黄金时期，多么的辉煌！哦，那你阿公阿妈、老爸老母的迄个时代啦，甚至有的人是祖公祖妈迄个时代啦，哦，就是这个
大政跟昭和时期，来祖国的证明文件哈。以前护照敢有相片？无。你来看哈，这中研院的台史的这个史料拿出来的，这个护照呢是这个大清国啊，大清国伊发哦，大清国的国民啊，给因的人来加的。你来看，叫下大清国福建泉州厦门哦，只有华人曾无事了。啊，伊要来台返乡祭祖的，啊，伊到德位呢？伊坐船啊，到日本国台湾安平。啊，这个就证明台湾属于日本国的啊，对不对？啊，从那个时间开始到今天，啊，两个国家有发生战争，然后又把台湾割让回去吗？有吗？没有啊。但是因口口声声一定要把台湾接下来，所以讲啊，台湾是我，台湾是我，台湾啊，巩固会变伊的哦，敢没？无可能啊！你无你就来拍一个，吼、哦！伊是要安插2000多颗飞弹嘛？啊，我列试飞一颗，啊，打这个台湾，这个我们那个总统府那边试飞一颗就可以了，战争就起来，然后再来瞧看看。来，那款哦，这个东西哦，这个护照当年没有照片，对不对？啊，没有照片，我怎么知道你是谁？一共陈无事啊。每一个女生都可以是陈无事跟母亲，对不对？海关人员怎么辨识你？他这个有，他这个有记录的哦。你看这边，他住址一直跟懵嘛，你住址住哪里？枋桥头，枋桥头啊，哦，枋桥头，身材中，我可能是身材肥，而且身材中，哦，面色白。白是掉青筋，还是抹粉的？哦，但是你爱甲看哦，咱台湾人过去有受荷兰来遮殖民过嘛，所以咱有一挂人诶祖先的 DNA 有荷兰血统哦。所以我咧怀疑啦，咱一挂是大人有得迄个帕金森氏症吼、哦，可能他们家族有荷兰的血统，因为帕金森氏症我去了解个详细。奥秘的人较容易 得到这种帕金森，老人帕金森是身世正常，老年痴呆症更无同款哦。哦，迄有足侪无同款的迄个命名甲镜头啊。啊，意向全，直弦无，我看会面色紫的啦，面紫色的呢。啊，我想讲面色紫是拍甲乌翻红，啊，过个变紫，啊是讲。伊个心脏较无好，吼、哦，心脏较无好，迄个血路较无好，啊是讲伊面有个人有大面的胎记，有紫色诶，吼、哦，我这个就是推论啦，这只是推论而已啦，因为这个不是重点。来，拄仔看过大清诶嘛，啊大清吼，迄个民国推翻嘛，哎、啊，伊嘛有即、這个外交部嘛有这啊，你敢有相片？无啊。哦，1888年的时候，第一张彩色照片做出来哦。所以，如果你有照片的话，应该都是在啊1830到1888年之后，哦，那个历史上有做相机的时代了。你也看这，前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七星郡北投庄75番地，哎，做详细啊哈，这是护照哦，这是民国中华民国。他们的护照，来看一下我们的护照，有相片吗？啊，那个社会的经济谁比较好？日本比较好啊，比较强啊，才有这种东西啊。这一张哦，看伊阿咧写讲面色白，身材中，啊底下咧唔知阿边阿比，对不对？看伊阿黑啊，一张相片就解决啦。所以社会经济水准。都叫你喝啊！啊，你注意个看，大正六年，有无？就是民国六年啦。你来个想啊，民国六年，您哥咧唔知咧创啥物货？啊，咱已经有相片的护照啊。来，一直到二次大战的尾声的时候，在投降8月15日的时候之前，4月1日。天皇下了一个诏书，因为咱战争，咱参谋战争足骨力，咱呢一挂
丰功伟业，天皇有 知道这件事情，他看在眼里，所以他让下了一个诏书，让我们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可以，哦，台湾加油叫下嘛，让我们朝鲜跟台湾的住民，那是住民而已，更不是国民，那是住在这个他的殖民地土地的住民而已，可以为帝国议会成为议员。这一章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基础。这一章没有这一章，台湾民政府讲的论述就不可能产生。没有这一章，今天也没有办法去告美国上面违反上面人权上面会，就是因为这一章，我们的论述才有日数啊。就是因为这张，咱唔只有日本籍，咱变作日本帝国的臣民，咱要出国，日本帝国爱做护照给咱，咱的身份就是日本帝国的这个公民的意思啦。美国拿绿卡的人能不能投票？不可以啊。我大姨伊都有考过迄个美国公民啊，伊个考试口试，佮来宣誓，你来效忠美国啊，有一个公民证书。伊摕着公民证书的时阵，伊就会当投票，会使参选。啊，这张诏书落落来，予咱会当成为帝国议会，成为议员。这个有好，啊，到今嘛，敢够有好？选了有好。为什么有效？因为天皇的制度还在，那这个诏书的效力就还在。啊，有人讲后边什么投降诏书啦，什么会拢已经否定掉了？投降归投降啊，投降也无把咱的身份剥夺啊。讲咱战败啊，所以这张无效，他有这个代志。法律的依据，只要这个制度都还在，就他就是在的啊。哎，天皇下诏书，这个准哦，上次被纠正还没有改到哦。这个不是这个准啊，是少了这个实质的这个准。准台湾住民参政，借着宪法实施啊。这个就是宪法啦，帝国议会哦，第几条，然后众议院什么选举法上面会。所以天皇下的诏书让宪法有效实施在这一块台湾的土地上面，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住民可以成为帝国议会，这就是我们的法理身份的根据啊。哦，以前还有参日本，我们日本还有去签这个约，不是说你下一个诏书哦，啊，这样就准入说，哎，国际也要有一些承认的文件啊。这个时候呢，国际他这几个国家，六个国家呢，签了一个华盛顿的一个这个军备条约，然后限制你的主力舰航母要几吨。为什么要限制？战争无法避免，哦，战争无法躲避免啦。但是呢，咱来讲好好，你迄个船舰人发得那伤大只，啊不，你晒出来搞我惊到，不是这个意思啦。拳击赛是不是有分等级？重量级、哦、轻量级、羽量级、银量级。啊，你也叫一个银量级，跟重量级的打，那安安啊，打一个死去啊！啊，所以咱来给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安尼来战争才有意思。所以战争法其实简单讲是战争的规则游戏啦，哦，战争的游戏规则啦。啊，打了，什么人输，什么人赢，都要开始签约啊。单调件啊，资源争夺战啊，加华盛顿军备限制会议，这个东西都找得到了，这些都是文件，加国际间的证明哦，啊，他这边有写了哈，他承认这个日本呢，他拥有的这个领土，福尔摩沙跟 Pescadores 就是朋友啦，就是朋友，所以咱敢是台湾人。台湾人其实是这七十年来，伊教咱的教育啊，过去咱无台湾人这个名词。这七十年来吼，那国际班有机会，我较会想到啦，
因为这七十年来一开始就用的，你们是台湾人，我也是台湾人，我们都是台湾人。啊，第二课，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啊，你就用世纪啊。也是中华民国国立殡仪馆，啊，国立殡仪馆，殡仪馆编的呢。哎，是安尼呢，是这样子呢。啊，那个文件我有找到，好。那来看这个哈 ，incorporated territory， corporated 就是法人的组织的 ，in 加一个 in 的时阵呢 ，incorporated 就是合并纳入，伫交书了后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等于讲咱的台湾这块领土变作日本的国土啊，合并起来啊，哦，合并起来的啦，变成已合并的领土了。那有一些乡亲们讲过。啊！你有申请这啊、個？你就是申请这個，才知讲哦，原来咱是大人，拢是有这个户籍的嘛，对不对？啊，就是有这个户籍，咱唔才证明哦，你看交河当时出事的，啊，伊住伫倒位，唔才会能证明咱是这个日本籍的后代。啊，你也看哦，这个里面有学问呢。你看这边有禅有没有？禅什么？把卡啦。哦，白卡叫天桃是不是？这人真天特，不是啊？这边有写种豆啊，他种天花。哦，天花牛豆。日本甲咱管理、甲咱治理，用这个户籍，根本这个管理记录，详细记录这个人伊的这个身世，当时出世伫底，伊娶几个某。生几个囝，伊的健康状态，敢有食鸦片啦吼，啊，敢有白卡，遮尼详细记录，甲咱治理，啊，咱讲伊，甲咱殖民，咱宏告要讲日本跟我们殖民，所以我们思想要反过来想哦，叫一个谢有无？啥物会？喜欢的时候较熟悉，话较会通诶。啊，若话较未通诶呢？青番，对。青番，你未唔是咧骂人？青番的意思就是讲吼，话较未通，难以沟通啦。嘿，难以讲到青疏啊，吼，这种的意思啦。啊，但是，互阮阿嬷伊匹配吼，也用来讲，啊，你这人拢讲未听啦，来青番安尼啦，用来，没啦，这是。欸、就是借用啦、啊、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啦、哦、你看叫清大清在国内的他来台湾、啊、就好接叫汉人大清是满族的满族人满族的、啊、跟汉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你如果有这个好接有这个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以及后代的咱，你就是会当，即你就是证明你是法律的台湾人了、啊。所以咱敢有分种族，你汉人也可以啊，你清也可以啊，对不对？咱敢有分，敢有甲你分你种族无嘛？问题来啊，问题就是讲，即个1945年之后，这70年来，甲咱套南的遮的后代变怎？对不对？这些人敢会使请？敢会使？会使请啊！你一半的，还是四分之一的，你嘛会使请啊！你拢唔是，你嘛会使请啊！只不过你身份的等级无同款啊，因为你认同要住伫这个台湾，你的后代也要伫这个台湾，要孤孤等等，你咪讲住伫遮，啊心拢想要移民去美国。还是拢要去中国，啊，拢讲中国好，啊，你明明就是住伫遮，出世伫遮，啉遮的水，食遮的米，但是规身人拢咧想中国，啊，你咪足奇怪的，啊，有诶吼，已经三代啊，咱讲所谓的外省啦吼，三代，伊伫遮出世啊，三代啊、哦，阮东二，哦，我是第三代外省人，
第三代是什么意思？表示讲你伫遮出世啊啦，你已经活到三四十岁啊，你要阁无认同即块是你的故乡啦，要阁无认同即块是你的土地啦，安尼才会有三代的想法。啊，不应该叫你讲，伊讲我也是台湾人啊，为什么他会自己觉得他是外省第几代？因为在思想上他变不过来了，好、哦、啊，所以你认同的来认了心情，啊，你没有新申请的，我们接掌政权那时候就划分开了，所以你申请这新闻讲的是为将咱的身份对这中华民国体制给切割出来了，切割出来了，好、哦，切割出来。那你看祖国的建设来大政哦，不，大政跟昭和都是黄金时期，大政四年。解缠足会，什么叫解缠足会？白卡吼是无好的风俗啦，白卡是无好的风俗啦。啊，所以日本来吼，甲较先进的西方的一个先进概念吼，平权呢、啊，较早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嘛，拢管理处理，拢卖出来，拢上好啦，对不对？啊，查甫人无白卡的，咱学拍拍照；啊，查某人白卡的，袂使拍拍照啊，对不对？我阿祖有白卡哦。我有看过我阿祖白卡啊，解缠足的是讲，让女生也可以自然的走动，啊，以买当成为社会的生产力的一份子，啊，你经济就会好啊。那难看女性在社会经济的这一个层面的贡献呢，不要小看呢。你看蔡奇啊，迄卖菜拢女性的阿姨啊、阿婶啊呢。这个东西非常的对社会的经济的活络非常重要啊！来，较早你甲讲看北岛新北岛家去这个这是什么会？新北岛亚，那你讲的前亚后亚，就是车站的意思啦。较早去这个有多水了？这拢是欧式的哦，哦欧式的，台中新销啊，一支拍落七十吨。啊，即马最近林佳龙要甲扶起来无？结果呢，最近有一个姓红的吼，也是姓红的吼，伊要选总统，伊讲认同错乱，伊讲这个把这个神社恢复功历史认同错乱啊，敢对？伊讲安尼讲安尼讲敢对？唔对啊，咱七十党咱用改过啊，改过咱变中国人去啊。认同错乱是咱这七十党的教育呢，啊，因来，因无想讲因是安怎来，因唔家己唔只是认同错乱，这本来就是咱的物件，这个是嘉义的款了哈，嘉义神社，这欧式的，你仔细看哈，现在只要是日本式的，大部分都拆光了。但是最近在恢复哦，最近在恢复哦。啊，哪几种欧式的通常都会留下来，哦，通常都会留下来。所以立法院啊，哦，迄拢是欧式诶。啊，但是也买日本人去的哦。咱咧阿祖的时代都有办那个博览会啊。咱敢知影这个代志？唔知啦。黄金时代人办博览会。中国是最近几当前才办博览会，啊！你看差天差地，会当办博览会的国力是非常强的呢。这种建筑物拿到现代，哦，这种设计感拿到现代都还很新啊，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历史教育有教吗？敢有？无嘛，这段根本都拢无啊，拢洗掉去啊啦。这种物件，那种办世界博览会，这个。记忆，我想存在在少数的老台湾人的记忆里面呢，多数人都不知道了啦。我你看国旗，啊、哦，这个是史政四十周年，对，哦，明治安尼省了史政四十周年，新竹车头，是吧？欧式的就会留下来，啊，车头较早不是拢有做者茶座，有无？木构造的车头啊，日本时代的车头对不对？才敢有高雄来，敢有？也照一下看哦好。高雄不是有工山车头，啊是刷过新车站的时阵，是不是工山老车头是查着的？
爬楼梯的时拢会咳咳叫，啊，无张持就烧起来，有无？日本式的木构造建筑物吼，拢会无带无几自焚呢、啊？你会感觉足奇怪，拢会无带无几自焚，这是国民党时代拢会发生这种足奇怪的代志。你看咱这时阵有印钱啊，台湾银行券呢？这钱是足高的哦，台湾银行券呢？咱阿公阿嬷时代升过乐透啦，安尼有辉煌的时代好无？你若散价要互贵掠去，钱价都无够，够通啊拍光，啊你敢有钱通啊去买乐透？有啦，有可能啦，有娇贵吼，啊可能欠一寡钱去买乐透啦，看拼一个50块一个机会安尼啊，有可能嘛吼、哦？但是你要想呢，会当印这个物件出来，表示你。普遍呢，经济水准达到某一个高度的呢，你才有这种制度出现呢。所以，乐透不是新鲜事哦。那你阿公阿嬷的时代就算过啊，所以咱阿公阿嬷阿祖的时代是非常的现代化。下面的图片又唤起祖国的情感了、啊、哈，会唤起祖国的情感。那个小蔡在吗？好，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文件。咱头拄好看迄个条约嘛，吼，条约。咱先看迄个日本 （Japan and China） 那一个条约的签约，一定是两个对照国咯，吼，两个对照国，吼。后来，这个，伊这吼有三个国家，你也看，吼，有三个国家 ，The Government of Japan。叫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的韩国，叫一个 PROC 中国，这三国的政府，哦 ，The Government， 这是三国的政府对签。啊，咱来看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好、哦，你甲看遮，哦，日本政府的啥物人签，啊，这韩国政府的啥物人签？中国政府的什么人签条约 ？Treaty 嘛是这个形式，有对签的人啊，各单位啊 ，agreement 就是协议，伊嘛是有这种对照单位。好，我们打开 ECFA， 咱敢会使去签 ECFA？ 啊，签 ECFA， 你感觉无好的举手？哦呵，你感觉不对，袂使安尼，这个政府袂使安尼做举手。哦呵，啊会使举手，你感觉不要紧嘞。哦呵，啊无举也是安那，倒手会使，正手袂使安尼。好来哈，两岸海峡两岸哈，埃克法来对根本都无海峡两岸这四个字啦，伊是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啦。哦、所以就是 E， 然后 C 合作的 C，、哦、Cooperative 的 C， 然后那个架构 Frame F， 然后协议的 Agreement， 所以 E C F A， 所以 ECFA A 原文的是安尼意思啦哈、哦。啊，你把它搜寻一下，搜寻台湾，找无呢？规 ECFA 的文件完全找不到台湾两个字呢？那我们在反对什么？那你换什么 ECFA？ 那刚才 ECFA 上面人签没？不是啊，那种就是马英九哈，其实不是。我头多少条约，我先给你看那个日本、韩国、中国那个条约形式嘛。啊，咱头多少个有看到那大清甲日本，还是大清英国、大清俄国那种条约形式，拢是对签的嘛。啊，咱来看这个。ECFA 的下方是两个公司啊，两个基金会组织签的啊，不是政府签的啊，不是这个台湾当局签的啊，不是，是两个协会和基金会签的啊。啊，两个拢中国人啊，海峡两岸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啊，拢中国人伊签的啊。
啊，因去签一个花，敢袂使？啥物袂使？因去签的呢？啊，因敢是台湾人？伊这个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敢会使代表台湾人？敢会使代表台湾政府？袂使嘛？对不对？后来咱个咱一个花看了，咱个看迄个福茂。来，赶快！你个搜寻台湾，刚有找不台湾呢？大家在翻一个华的时阵，在翻福茂货贸的时阵，咱敢去了解这条文内底内容是啥物货？一条香港啦，那黑箱啦，啥物货？因兜的代志，伊当然嘛黑箱啊，对不对？啊，无买白箱。咱来看下卡，上下卡。会长、董事长签的啦，敢是马英九？不是啊，马英九没有能耐卖掉他没有的东西。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他没有台湾主权哦，他只是现在台湾这一块领土的一个管辖权的最高当局局长，伊并没拥有这一块台湾的主权的人啊。所以他卖不走台湾东台湾呐、啊，但是咱弄弄好中华民国这物件白条诶，咱所以咱掏不出来。有爱台湾无？大家有爱台湾无？你若无爱台湾，你袂坐伫遮啦，对不对？啊，咱今仔日互大家看这个物件，就是讲咱去了解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咱要反对是要反对啥物货？要支持是要支持啥物货？所以一克法。福茂啊，这都引起签的啊，所以咱来注意看，这个所在袂当写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啦，伊那写落都变两国啦，啊，中国上界反对的就是两中啊，所以要求美国爱支持一中啊，要遵守一中啊，但是这阵学生呢，去美国开记者会嘛，是咱迄个记者国家记者俱乐部遐去开记者会，呼吁。请美方放弃一中啊！啊，什么意思？他们想要两中吗？那一中政策的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啦，啊，你中华民国不是国啦，啊，如果是这个中华民国写在这里，那表示全世界承认这块领土是中华民国的、哦。啊，现在这个两个协会在签的东西，可是我们搞不清楚啊。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上面的这个政府到底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还是台湾政府？我们在语言上、在环境上、在广告、在新闻里面都混淆了这些观念了。所以咱今仔白底来底啊，咱听台湾是正常的啊，咱直接出世，真做台湾人，听这台湾的心情产生出来，那是足自然的、足正常的啊。啊，你若直接出世啊！自己大唔拢想要去移民，都无啥正常啊！啊，有的是移民，移去美国，啊，那出去定就倒来吃膏药啊，迄嘛无啥正常啊。好，咱就来甲禁掉。咱来看祖国的情感记忆啊。这个1988年有一个龙猫的电影，够有人看过，有无？也就我看麦，有看过龙猫哦，呵，无介侪人看过吼、哦，就算你无看过吼、哦，里面的图片也可以唤起你的记忆哦，哦，来，龙猫就是这只啦，哦，这只应该有看过吧，亚奇亚都有看过哈、哦，哎，这内底的人，这个人穿啥物衫裤啊？您敢有穿过和服？无、哦。这个是我小时候，这张是我，我小时候了，蛮怀疑，我嘛是想讲，一望尼久，我变他大汉吼，年纪大蛮介大哦，这是大概两岁的时候啊，一岁的时候穿的，呵，啊，你有穿过无？哎，啊，今麦变个有穿过啊，啊，他都话无穿过啊，今麦有穿过啊，好、哦，为什么你会穿这个？拢安尼嘛，介烧嘛，
啊，方便对不对？穿这是因为咱的士大人受日本教育，讲日本话，读日本册，咱有日本文化的涵养，所以呢，咱有这种习俗习惯，哎，家囡仔穿一个那种日本文化的东西，这是做主人的，做正常的啊。咱即卖咧讲殖民这件代志好啊啦，台湾人几万年前拢没有国家呢。那个大渡王国，大渡王国是谁？啊，你讲荷兰时期，荷兰时期也不是国家、啊。郑成功，郑成功是海贼呢，咱即卖讲海贼王啊，伊较早是台湾这一块的海贼王啊。那都不是一个国家呢，是日本人来开始跟咱建立这个国家的概念。日本时代嘛有禁讲台语啊，禁讲母语啦，吼、哦，禁母语，但是呢。日本人来的时阵，有把咱的台语编作教材，编作字典，咧用五十音拼音啊，编作一种教材咧教台湾人，嘿，汉文啊，对啊，啊，日本统治五十几年，咱的士大人，荷兰话、客家话、原住民的话，会晓讲未？还阁会晓嘛？对不对？中华民国来七十年，咱的少年啊，敢会晓讲母语？安尼，啥物人咧殖民？啥物人咧殖民？咱来想啦，哦，啥物人咧殖民？来，即卡有看过无？哦，沈威，有用过无？欸，这是卡通呢。啊，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记忆啊？哦，有啊、哦。啊，刚才拢用个针啊，塔个罩台，对不对？对啊，这个影片里面都看得到哦。有用过这个？有哈、哦。卫生设备哈、哦，乡下没有自来水，但是有井，这是井。啊，但是井呢，搁是较落伍的哦。日本人来了呢，用这个，咱讲泵浦哈，还是讲水峡啊哈。这是大气压力的原理，啊，把水吸起来，所以这是现代化，跟真卡的现代化。所以你看这苗栗客家大院，它是山顶哦，用这支还吸不水，这卡有看过吗？有哦，有用过吗？有哦，就是这样，咱讲菜毒啊。哎，较早无冰箱诶，对不对？哦，无冰箱咧，即卡有看过无？哦，烫书，烫书诶，铁诶，钳仔拢是咧铜诶做诶哦。哦，啊，烫书诶茶是啥物茶？啊，伊落去都生产诶。啊，日本新车诶，迄个条啊，鸟居，伊落去啊，都生产诶。啊，咱有关系无？咱有足深的关系呢。但是这七十人来教育就甲你斩断，甲中国的物件甲你灌落去，互你日本台湾人变作中国人。这七十年来拢在做这个代志啊。有国际网大无？有无？有国际网大举手，我看麦，我看一下。哦，你这少年，你有国际网大？有。还在用哦，较早是不是拢困这個？对不对？困这個嘛？哦，日本写的对不对？啊，若要困，我看两个菩萨。较早榻榻米的专门店对不对？哦，较早我拢跟阮阿嬷困，因为阮阿嬷的眠床有榻榻米，啊，跟阮爸爸妈妈困，伊就困茶的，哦，迄是垫的。啊，安怎困呢？安尼困啊，对不对？下骹粗皮嘛，啊，顶悬盖皮啊，枕头。啊，透早起来呢，你衫裤囥在边啊，因寒人吼。我要读册时阵，拢摕衫裤去棉织被内底换，因为冷啊。嘿，安尼换。啊，即摆困困的吼，棉织被挤挤的，通常合适的边啊，弄一个迄个门拍开，啊，被收起，迄个所在嘛叫烫书啦。
哈，可以算来买个汤匙。所以小叮当，起码讲哆啦 A 梦，我讲伊就是困汤匙啊，伊就是困汤匙的啦。哦，我细汉嘛困过汤匙呢，来，这种有看过无？倒退路，对不对？这个是龙猫的影片，有没有？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看过这种车无？三轮车，有哈？怎么？有无？有看过这个人无？有哈？有的举手我看麦啊。OK， 这个应该都30岁以上了，才会有这种经验。小时候有这个嘛？啊，这个人的用意是干嘛？一，好补上面会。车长小姐，加票对不对？啊，现在也要加票。其实这个重要的，这个不是加票啦，重要的这个不是加票，这个是迄个拍票，好、哦、拍票。因为呢，砖卡无粘，拢是彩白啊，有无？啊，白啊，甲白啊中间偌长的距离，爱拿偌济车票的钱，就是靠这个人有一张表去甲算出来，对不对？但是即卖无这个物件、啊，对不对？即卖变作啥？系啊，就是迄台啦，迄台 B 迄台啊。诶、欸，这个人呢变作迄台 B 迄台，啊，咱拢买摇号卡啊，那个 B 安尼就好啊。迄个作用就对啦，迄个作用。你搁再看这个无同款的所在哦，这台车行今麦的车有无同款的所在？差伫倒位？啊？这个门，这個、门伫倒边啦。咱今麦公车的门伫正边。日本就是有君主制的国家哈，大部分走的道路是左边。所以咱的铁路啊，台铁都是左去右回。但是中国的这个流氓政府来的时候，咱规个都变过啊。但是铁路吼，要为台北一直改到高雄吼，伤艰苦，所以就无改，吼、哦，无改，啊，路就变过啊。所以阮阿嬷吼，阮阿嬷伊就讲，较早拄咧转换这个系统的时候。那看到对面有人，因为习惯性他是走左边嘛，啊，你的你卖已经改成右边啊，啊，因的迄阵有一个宣导教育讲，哎哎，行这边，哎行这边哦，会弄到哦，因那暗要暗嘛看无的时阵，都会讲讲安尼啦，哎，啊，这台车有看过无？好、哦，卡拉车，搁有啥物车？第一辈讲过，哦，唔能讲孔明车。孔明车就是孔明，中国的迄个人讲教育，人讲孔明车，我都唔捌看过孔明车这个车。啊，无咱咧宜兰咧放天顶，有人讲孔明顶，我太唔捌看过孔明放顶啊。所以咱这种中国的物件吼，爱去想讲，迄到底有合理无啊？啊，甲改剔除掉，吼、哦，给一个正确的东西啦。卡达车是因为形容用卡达。铁马是因为过去的人骑马，啊，即马无马通骑，即种物件行动用具、交通用具变成铁的，所以叫铁马。啊，有人讲叫做木车，啥物叫木车？木车吼，爱用脚下过啦，啊，文车就无一支啊，吼，啊，当然木车载货无唔对啦，无人用文车载货，因为做了较细只，啊，较早有电火。较早若无电火，我阿妈讲的哦，伊讲无电火，暗时也袂当徛出门，迄是交通规则哦，吼、哦，迄是交通规则哦。大家学车是毋是拢安尼学的？有吧？还记得吗？还记得吧？以前没有小孩子的儿童车、脚踏车哦，对不对？嘛无啥物辅助轮哦。你若打会到吼，脚那个软过，你就甲徛起啊，对不对？啊，不是咧，摔落水沟啊，对不对？因为较早水沟拢无盖挂嘛，对不对？安尼有唤起大家祖国的回忆啊无？咱拢是大日本帝国的这个臣民呐、啊，
咱拢是日本人啊，咱唔是中国人啊，只是咱从教育甲变作咱认同中国，咱认同咱的祖先是中国来，其实实际上你 DNA 甲验落根本都唔是啊。等于讲你是这七十年来套南掉的，啊不，你的祖先是属于中国来的，微乎其微啦。从 DNA 的角度来说，就微乎其微，那应该也是跟那 Apple 的上掉迄个课啊，吼。来，咱来讲美战啊。美战就是根据《古金山和平条约》23条，哦，跳节 USA 哦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的主要占领权，占领权就是美国。美战的单位，咱有看过这车牌有无？哦，顶管这个，顶管这个 USMG。他不是随便乱写的呢，哦，他是从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4条 B 里面，他这边写的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美国的军政府啦，美国的军政府啦，美战的相关文件哈，你来看这个文件，叫一下 USMG， 咱头多少学的几个英文单字哈 ，incorporated， 对不对？就是合并嘛。啊，再加一个 UN UN， 就是未合并，哦 ，incorporated 的合并，那未合并，哦，未合并领土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什么意思？未合并领土都在 USMG 的管辖之下啦，所以我们是被美国军事政府所管辖了。偶然公案又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对不对？你有看到吗？没有看到就不存在吗？啊，是这样子吗？偶然公没有看到就不存在啦。我的猛公啊，你有看过你阿祖吗？你没有看过你阿祖，所以你阿祖不存在。啊，你阿祖不存在，你阿公就不存在，阿公不存在，爸爸不存在，所以你不存在。我今天看到的是鬼。所以有的人我做做真正是做笨蛋，甲遐个人争啦。因为迄根本都拢是感情，属于无，他没有在用理性在思考事情啦。啊，所以我今日大家分享啊，是讲咧介绍讲，这物件是文件，白纸黑字互你看，啊，你阁唔相信台湾民间有是真，安尼唔免讲啊，无话通讲啊。来，阿辉伯阿妈讲啊，台湾是。人家的占领之地，主权未登记。主权未登记不是主权未登记啦，是主权还没正常化啦，不是未登记啦。啊，人家占领地，啊，就讲啊，这种新闻吼，拢出现一两天就无去啊，对不对？这种新闻拢出现一两摆，甲台湾新势有关系，互台湾人醒起来的新闻，拢做在一两天，啊，无就拢透早八点以前的早上的新闻做的啦。啊！大家人无用趁食，啊，都不管要死啊，所以睏到差晚，所以透早来新闻拢无看到。啊，伊做出来拢好做，美国看，美国人看，你看我有报哦，唔是无报。啊，这种新闻吼，做一点点啊，啊，无营养的新闻呢，做一大堆，对不对？太阳花28天，一个月啊，对不对？啊，什么明星郭新仪，全国啊替伊办丧事，看新闻看两礼拜。啊，什么人跟什么人生囝，还跟咱什么关系？哎，嘛是报价哦，约价，就是安尼啊。啊，那跳楼的24点钟一直底下跳，咱拢看这个新闻啊。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是绝对安全的。美国第七舰队为什么要保护台湾呢？我现在一直在跟大家说美战这件事哦。美国军队为什么要保护台湾？台湾关系法是其中一滴啦，但是台湾关系法保护的不是台湾，好，台湾关系法保护的不是台湾哦，因为那个台湾哈是有定义的哦。美国第七舰队保护的台湾，我用这个例跟大家讲，咱知影中国伫沿海放2000几个飞弹，对不对？
啊，你暂时也当卖相信，你卖相信讲美国占领，美国军事政府要搁占领中这件代志，你暂时不要相信。啊，我请问大家，两千几粒飞弹，那有做过兵的拢知，打台湾够需要两千几粒？敢需要？一粒来，咱就惊死啊！咱就导航啊，歹势哈，来你来通知来，咱就惊死啊！啊，那伊一粒就会使啊，伊藏两千几粒，啊，伊咧防啥物人啊？咱后壁有老虎，你知无？咱后壁就有老虎啊，所以咱一直拢唔知，咱戆戆啊，咱拢伫遮咧趁遮纳税金，吼，不时哎看黄色小鸭，对不对？咱拢是安尼啊。咱根本就无，咱也无经过这个国际法律的这个洗礼，也是讲经过法律的认识，咱无阿多村头出去看这个国际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咱根本就没有解读能力呀、啊，我们缺乏这个东西呀、啊。中国伊知影美国还占领着台湾哦，中国因知哦，中国人知哦，中国的网军知道，网友知道，这里1958年他们就知道了。至少文件是1958年嘛，叫下台湾澎湖地区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中国人知道台湾还被军事政府占领，啊，台湾人不知道呢？啊，你知道咱媒体被封锁到多么的严重？啊，现在网络有一堆年轻人可以上网，可以查很多资料，都可以去证明说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华民国其实都是假的。但是仍然有人不相信啊！美战的现象，你也看，美国军机可以下来台湾呢。这个是直升机耶，啊！你继续看这新闻，我给大家讲这个新闻哈。您看媒体，大概就是大概这个角度啦。你看媒体。揭露一件新闻的时候，它会有它那个新闻的真实性，就是有精细的部分啊。但是你若无注意看，你会去哦，伊错一个假的部分引导到去思考那件事情。但是呢，媒体通常不需要让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它也要报道，所以有部分的真相跟部分的假象。啊，你注意下看，美国军机抵台救病患。你不要怪怪我，怪怪啊、喔！怪你的原因啊！美籍妇人，美军机救美籍妇人，没问题嘛？哦，美国救美国没问题。好，美籍妇人伊是早产，紧急赴日就医。下面有三个国家来，今是三个国家，三个所在啦哈。美国、台湾、日本。美国开一架飞机来台湾救一个妇人，伊有心再去日本生囡仔，啊，台湾的迄个妇产科是拢关起来吼。你会感觉这新闻是足奇怪的，啊，他还报这个新闻，美军基地台是事实啦。那后边呢，要哪解释呢？得看伊的主编安怎编啊，啊，编了伤含的吼，那么一笑置之。啊！这喊的，他还在救，在一个人过日本生囡仔，啊！就啊，咱拢是食饭，食一个面啊，开开讲啊，就过啊，这新闻就过。咱拢唔知后边发生什么代志，唔知美国几摆内底咧做什么代志，咱拢唔知啊。啊！你注意个看哦，你注意个看，这种美军基地台的新闻照片哦，有一个特色。你注意看，这个军基地台，哎，它就会出现一个流亡旗在这边。它有这个特色啊，出现流亡旗啊，表示讲，哎，伊今麦个是管辖，拥有管辖权呐、啊。美军基地台落地，啊，打败拢是 AIT 的恭维，啊 ，AIT 个是民间组织，美国在台协会哦，民间组织，啊，台美国拢是用这种形式。民间组织，因为它跟台湾并没有所谓的政府官方的关系啦，啊，是民间组织啊，拢是伊咧讲话啊，谢谢台湾的帮助。美军基地台，有无？这个形式又出现了，军机、流亡旗，
所以你看这新闻的时候，你要注意去看，为什么军机下来了？然后呢，美军机抵台不是首一次，不是首次啦，非首次。网友说迫降是表面说辞，你相信他是迫降的吗？就两公密啊，迫降吼也没正经啊啦，对不对？试水温，对不对？啊，来想看嘛呀，是安怎解释讲这个降下来是干嘛？哦，迫降。啊！伊讲啊，修理无多迫降啊，所以新闻呢，拢有一挂真实性的，然后还有一些掩饰性的语词在里面，所以呢，大家也要看啊、哦。我们看一下影片九，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美军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军机不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那您也要看这新闻了吧，应该看有了吧？美军占领台湾，这是熟悉的基本这个新闻能变成茶余饭后的话题啊？怎么那么夸张啊？都不知道啦！国防部在干什么呢？领死薪水，领18%就在做什么呢？那就是拢安尼嘛，安尼去理解嘛。但是这个新闻，我能看到一件代志。最近那个 F-18也让到台湾机场啊，这个新闻还是2008年的时候。不，伊咧讲的是那件事件，这个新闻是2年前播出来的，播出来的时候，我咧看，原来安尼，其实我都来参加民政府参加初级班的时阵，秘书长跟我讲，那个美国军事占领中，我讲好可怜，我开始愈来愈怀疑这是诈骗集团，怎么可能是美国军事占领？但是等我开始慢慢去找那蛛丝马迹的时候，我发觉，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呢。只是我们没有很具体的看见这些事情的。那这新闻安怎去解说？安怎去解读？就是讲，第一，咱会当知影这新闻，美军直接控制台湾两个基地，清泉岗、台南机场，他飞机都可以下来啊，F-18都直接都可以下来了。他为什么不直接下北京机场？美军可以进去，我来迫降北京机场呗，不可能啊！来核弹头，咱去载入北京坑呗，没啊，没有坑啊，无丢地，我给你点一个爆炸，就灭国啊，对不对？
一的来，干嘛通报国防部？干嘛？免啦，伊是头呢，头家呢。啊，你即卖请一个新罗中华民国马英九，治理暂时，互你治理台湾呢。啊，我头家要回来，我该甲你报告。啊，你什么人头家？是这个原理啊。啊，伊讲，迄记者不讲这件事情都没有人知道。啊，为什么他知道啊？为什么这个人知道？一定有人知道吗？啊，飞机可以随便下来就给他停下去哦，干美帅，干嘛通报塔台？哎，联络工跑道是不是还有要清除的障碍物？所以来多拢有联系联系好的呀。啊，这是这代志，这新闻看足一遍，但是还阁有人唔相信啊。所以咱已经思想错乱了。七十年教育教咱真呢，唔愿意相信，当作假，啊假性格啪啪啪，当作真的在信。七十年，都要好些，1945到2015，七十年。所以咱来去苏克兰，头壳已经世界偌严重啊！那个小蔡帮我找那一个 coffee shop 的那一个，那个还有那个 color change 那一个，啊、哦。的话告用，能被刻意消灭的历史记忆呢？这七十年来啊，能被刻意消灭的呢，是刻意消灭哦，不是无丢的啊，拍谁来消灭？是故意的，要把你嫁接中国的历史记忆跟思想。所以过去人讲，读中国史就是读过去的神话啦，啊，读中国地理就是读历史安尼啊，也拢过去啊，来。台湾省政府叫我下，这张写啥呢？写讲哦，因为咱过去咱的迄个亲啊，吼亲腿一块呢，有刻这个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制，结果呢，伊叫我下、哦，伊这个本省的是台湾省政府啦。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日据时期的遗迹，如桥梁上之昭和某年建造，均已改为中华民国某年建造。积极消灭呢？你看这派来几个老文件啊？积极消灭哦，所以刻意要殖民，要洗掉我们的记忆的。来，民国前十三年，民国前十三年，中华民国在哪里啊？都还没出世啊，他都还没有出生呢。民国前十三年呢、欸，啊，这民国前就做好笑的啊、喔！什么叫民国前呢、啊？什么叫民国前呢？我唔捌听过民国前呢。你讲西元前、公元前，那是人澳洲、澳币用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当西元一年、公元一年。那之前叫做西元前，之后叫公元几年，用这这年代记号啦。啊，伊也要用民国这年代记号啊。啊，这产生什么笑话？来，我大家看哈，你看这拢做民国的啦，民国十二年，民国十二年一个底下的海难呢，对不对？哦，来，做这物件是有传承、有系统、有那个法源根据、有那些脉络可追寻的，所以平成的前面是昭和，昭和前面是大正，大正前面是明治，不会有平成前、昭和前、大正前呐、啊，没那个物件，那还是追溯一代一代的。所以咱即马咧讲平成几年，就是讲它上面有一个天皇，哦、叫做昭和，安尼一个一个约落来。中国人来遮是毋是甲咱教讲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啊，表示伊爱承认较早的对不对？伊太讲民国前，伊太甲咱讲民国前啊，表示伊无承认较早的。所以中国人的习性就是讲，伊改朝换代之后，他全部把前朝他不认同的东西全部销毁了。所以中国不会有强盛的文明了，不会有啊、哦！美国有强盛的文明哦，美国独立，它继承了英国的一些东西哦，所以美国人刚刚讲，我们改用一个美国话，伊嘛是继承英文呢，因为这已经是现代的普遍性的语言了。来，民国前呢出现什么荒谬的事情？民国前250年清朝开始。所以呢，皇帝是民国前4600年，对不对？这个民国前嘛，啊，地球就是民国前61年产生的啊。
你若用民国前的人来想啊，所以他根本就不承认上面的东西啦，佮用这套因家己思想甲做回嗯无相关的大关系物件，佮倒做回讲，这个是中国历史啊，灌落咱的头壳。所以我较早历史佮地理拢做无愿意读的，读了考了考试考无好，佮爱向讲。较早讲，阮即届讲爱的教育第一期啊，啊，我就想讲，短起来讲爱的教育先爱佮向讲。原来不是爱的教育、啊、是铁的纪律。来，领低侧鸾，我们看一下影片一。你把准备一个公司吧。你把备公司吗？不的，我真紧啊。啊，你公司你今早什么人点炸弹啊？啊，日本啊，日本人点炸弹？哎呀，在日本点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司的，就就你哥诶。啊！你是怎啊？甲你讲诶，你讲你知？迄阵都咧，心脏咧跳咧进。走美红公河啊！你知影？迄阵囡仔拢蛮知。阿尚，你阵在台南？台南。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点炸弹啊？对啊。这个蜜红红的诶，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阵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要转的，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阿伯啊，讲得对唔对？唔对，你倒位？这就是矛盾啦、啊！你爱想哦，伊讲日本啊要走的时阵四岁对不对？啊，即马七十冬啊，伊今年七十四岁对不对？所以七十四岁以下，应该是讲，迄个时阵脑头读迄个日本公学校的，应该爱是七岁。好、哦，咱假设讲七岁。所以七十七岁可能要够记忆，啊，那七十七岁以下，差不多拢洗脑洗了呀了。你要有正确的记忆很不简单，除非哦，除非讲你也是大人跟你讲，啊，不然弄像安尼啊，错乱的记忆啊。你放炮干也可以，等于领导来帮跟绑，没嘛？爱讲日本啊炸台湾，啊，咱日本啊管的，爱家己袂感觉怪怪。所以这个是一个错乱的记忆，那思想已经被教育成这种混乱了，然后不知道谁是谁了。八年抗战呢，是他们抗战，抗谁？抗我们呢？我来工作日本军呢、啊，一阵海军呢。啊，如果抗战，他们打日本鬼子，那、啊、得我哪讲呢？所以我哪讲日本鬼子啊？一家人仇视咱的是大人呢？这个教育我们仇视我们的长辈。把我们的认知改成是他们的人，那他们抗战打日本人，然后说日本鬼子，说日本怎么的邪恶，怎么的什么军队怎么强奸烧杀掳掠，其实讲起来拢差不多，因咧做的啦。日本的军纪是非常的严厉的哦。啊，结果甲咱仇视上一代，啊，咱上一代经过228又不敢讲，所以咱。我伫台湾，即七十年来，若无起笑的吼，算盖轮命，你知道？咱的身心健康算是蛮健全的啦。我们看一下那个啊，看一下那个 coffee shop 好了。
这样品真的假的？敢有确定？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迄人安尼手伸出去，伊迄人飞起来，伊手伸出去，倒啊伊来刷开，哈，伊安尼叽一声，遐物件拢倒啦，都拢落来。这三件代志真的假的？来，真的举手。好，系啦，假的举手，假的举手。好，真的啦，太假。迄真的啊，是安怎假？你是咧讲假？假伫倒位？是啊，对嘛，真的啊，那是真的呢，那个人会起来，那是真的呢。你会讲假是不是？你感觉那个人，你讲我咧问你讲是超能力让他起来，对不对？是这部分假的嘛，对不对？因为你有看到嘛。你若是在现场，你没看到他安设机关，你也是耳一句 Oh my God， 对不对？对不对？我今天在讲那个真的跟假的，就是说要大家人加一个思想，咱做这东西看起，看得太入戏啦。那你判断真假就失去了，你用情感在看，你也失去准确了。哦，因为男女朋友在交往同款啦，别人拢在看，拢讲啊，你这是失败啊，啊，我看得足水啊。因为你在情感里面呢，你没有办法分辨真假了。啊，今天给这些好你看，什么叫真呢？跟我解答，有哈、哦？我大概看解答，你也知道讲我在讲的真的假的是在讲什么话？好、哦，来我们看一下那个。解答啦，车停掉了，用超能力和那个栏杆推起来。好，来用超能力。好，停掉。啊，你知影你真的假的是真的倒位啊吧？电梯杆是真的，真的嘛？伊会起哩真的嘛？迄个做力学嘛，迄个机械原理嘛，对不对？啊，迄他拄啊，迄个左囡仔伊手伸出去，倒啊，伊也走去，迄是毋是有？轮子有机关有遥控器，哎，机器箱后边是不是有一些开关让它掉下来？对嘛？这三件代志是真的嘛？假是假伫倒位？迄、那个表演的人嘛，对不对？中华民国你嘛爱安尼看哦，中华民国叫一群人拢在表演哦，做这物件是真的哦，但是表演的人是假哦。啊，何你感觉这个表演的人足厉害？做些代志是安尼看的哦，所以这个课是帮助大家加一点啊观点去看代志哦。哦，咱过来看一下媒体的恶毒哦，媒体在做哪些事情哦？哦啊，跟媒体没有关系啦。来，拿来看那个 color change 那个。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u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ur 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啊，有看过不用回答，好，没看过来来回答。来，有看到什么东西被换了颜色吗？扑克牌嘛，蓝、红，本来是蓝色。好、哦，
然后他抽起来那一张没有换到色，但其他的颜色都换成红色了，对不对？那还有换了、啊、看到其他的东西被换的颜色吗？有吗？有看到吗？没有、哦、你啊、哦、This is not about the color of the cars。 他说这不只是卡片的颜色被换哦，这个影片不只是这样哦，我们放下去。他说这边有四个地方的颜色被换掉了，你有看，你有看到吗？你有察觉吗？一开始是这样呢，一公哈，我们换一个角度，用一个更广的视野来看。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 trick. Blue background, red cars. 啊，今麦从侧拍，另外第二支镜头。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啊，你看伊镜头刷来几个扑克牌时阵，伊这边人咧换衫。This card here. Okay.Now Sarah, 现在一镜头拍来这个人的手的扑克牌时阵，这个人在换衫。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一镜头举起来，伊的卡在换倒金。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一镜头，又照来加。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一镜头照在桌仔顶的时阵。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背景咧换色，好，听着。这影片要给大家看什么会？就是中华民国，伊要走啊，但是媒体你看袂到，你的媒体所看到的拢是永远伊要爱咱看的一挂笨色的新闻，一挂无路用的新闻。好，你真正看袂到真相，实际上后边偷天换日换到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了。就短短的几分钟的影片，我们也看到，那看看他的怎样讲扑克牌被换了吗？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支镜头的焦点啊，嘿，这是焦点啊。啊，你看袂到是后边的代志啊。所以现在媒体所摄到的、所照到的，拢甲台湾人心事无关系啦。所以媒体吼、哦，就用这种方式偷天换日，啊，好难看袂到真相。啊，我们要怎么去察觉真相？你要有新的视野。你读这个国际法，就是让我们有新的视野、新的观点去观察整个世界、国家、美国、中国、日本、菲律宾、越南在南海这些活动到底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有新的视野才能看些 这些东西啊。所以，当然民政府的目的，就是唤醒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大家倒回去。爱赶紧将咱的亲人朋友唤醒，帮咱因脱离这個中华民国这个政治人格。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演讲到这，多谢大家。